第一位十五号嘅蔡思贝 Cicely 咧，芳龄22岁，系一位学生。佢人生最中意咧就系瞓喺屋企张台底望住个天空，不过好似遮住咗吓。佢个人生座右铭就系、是、想唔想听古仔啊 ？OK，Cicely， 我知道你德文好叻嘅，你而家用德文讲出你嘅心情。好啊。Ich bin jetzt sehr aufgeregt und ich bin sehr froh, dass ich hier bin und ich hoffe, dass ich heute Abend gut machen kann. 即係話，我以為佢係德國人喎，真係鬧你多啲嘅似。好鬧你喎！我好慶幸而家可以企喺呢個台上面，我好想用我所有嘅精神精力去做到最好今晚。OK， 唔該曬。有請十五號蔡思貝同埋十六號徐少培。Cicely、Peggy， 你哋好。Hello。喺我身邊咧有一隻緝毒犬啦，買到你哋身嘅時候咧，佢突然之間就會吠。我代佢啦。OK。嗱，咁啊好惡啦。咁啊望到你兩位咁嘅時候，即係懷疑你哋係有毒品啦。咁你哋會點樣解釋俾只狗同埋俾個官員聽？你哋身上面係冇毒品，啲毒品唔關你哋事嘅咧？好啊。狗仔狗仔，我冇毒品噶。你唔使摸佢，唔信啊！我攞個屎忽得住你。你講人話，你唔使摸佢噶，你摸阿祖藍就得噶啦。佢以前喺海關做呢啲嘢噶。好啊，你埋嚟啊，唔該。好，咁樣摸一摸佢，就話俾佢聽冇啦。啊，據聞阿 Peggy 咧，你好識得氹狗喎。上一次但係你話氹狗，但係幾乎等於約束。係，咁你今次俾個機會你澄清一下，你係識得氹狗噶啦，你會點樣氹佢咧嚇？佢叫咩名字？你可以埋嚟噶。佢叫咩名啊？滴滴，滴滴過嚟。有嘢食，有嘢食，咁咪又真係肥美喎！一有嘢食，佢中意我㗎，睇唔出佢人咁中意講大話嘅，真係擺美喎，幾得喎，真係廢你喎！頭先佢唔理我咧，其實因為我冇毒品啊，佢理 Peggy， 因為 Peggy 有毒品啊，可能佢聞到屋企只狗嘅味。果然識得卸責，唔該曬兩位。Thank you。Cicely， 到你啦。嗱，咁你184咧，係你正常心跳嚟噶。你個人又好直嘅，咁啊，其實揾唔到你咩缺點啊。佢哋嗰啲寫到，但係你覺得你同啲佳麗成個幾兩個月啦，邊個最假咧？最假啊！即係成日扮嘢嘅，唔係真嘅。我可唔可以講13号歐陽巧瑩啊？可以，點解咧？因為佢扮嘢咯。佢真係哦，嗰種扮嘢，咁都 OK 嘅呢種扮嘢。佢好假嘅。係啊，好假嚇！佢扮得你好似啊，因為嚇。係。究竟有三個位置嘅佳麗係邊幾個？包括就係第二位啦、第四位啦，同埋第六位嘅。
新鮮滾熱辣啊！二四六嘅位置咧已經喺我手上啦，就唔好俾佢哋望到先嚇。Okay. 究竟係邊幾位暫時喺觀眾嘅投票裏邊係得到二四同埋六呢一個位置嘅咧？好，你請佢行出嚟先。排名分分先後，首先係。是快啲啦！九号刘温馨，刘温馨，十五号蔡思贝，同埋二十号陈伟琪。好啦，奇嗰啲佳丽，奇得攰啦，可以扯啦，唔该。好啦，一个二，一个四，一个六啦。好，首先问下三位，究竟边一位认为自己暂时系梗颈四嘅呢？可以举手。有冇人举手？好啦，彩丽都傻啦，个反应就系、是。哦，即系。咁觉得自己第六位嘅咧，唔系捐举系嘛？都冇。关自己第二位嘅咧？好啦，哇太齐心啦！佢全举到成只手系直晒嘅，系哇好假啊！系啦，咁不如我哋揭晓第四位先啦。好，先揭晓第四位嘅排名，暂时观众里边嘅投票得到第四位嘅系九号刘运庆，恭喜你啊！第四位呢个成绩咧啱啱贴住我哋三甲，咁即系话有一位第六位啦，两位之中。好，你哋两位边个觉得自己系有冇觉得对方会系第六位？有冇怯咗少少咧？开始而家，你觉得佢系第六位啦，系嘛？如果你觉得自己第二位嘅时候。我淨係覺得自己是第二位係，所以佢係第六位。嗱，佢好濃好明顯，冇讀過哲學嘅。你重複我。佢係第六位，你咪自然第二位咯。咁你覺得呢？其實我覺得我唔係第二或者第六，今日我會係第一咯。哇！信心十足啊！咁就開個第六位嚟睇下先啦。好，第六位係二十號陳偉琪，而第二位好明顯就係十五號蔡思貝啦。但係佢話仲差少少先至去到第一嘅噃，所以佢眼神即刻望咗林峯嗰邊嘅。好啦，唔該曬三位，咁啊暫時呢個就係觀眾投票嘅位置咧，仲有我哋評判加埋先嘅總分。咁如果講有信心，我哋梗係揀話自己第二都唔得，一定要第一嗰個啦。係，我哋就係諗住揀阿 Cicely 嘅，你哋有冇啲咩心水？我等佢出嚟行下俾大家睇下先，先至揀嚇。係。係。哦，你算係咁話？係啦，十五號唔係揀呢個，本來我揀喎，你揀咗先。我哋揀先，梗係啦。我哋都有嘅，我哋都有嘅，梗係啦。佢有對手㗎，梗係啦！你估淨係得佢一個牙尖嘴利？係咯，我哋揀翻個歐陽巧瑩十三號。你睇只只個名都贏啦，即係揀個扮的似嘅啫，係嘛？中意扮嘢嘅咁啊！梗係啦，佢話佢夠真啊嘛，我呢個夠假，咪真對假咯。有時唔係真贏啊嘛，假都可以贏啊嘛，嚇！其實我哋問題咧就係只有一個啫，你覺得自己比對方？有啲乜嘢勝過優勝過嘅？係十五號答先啦。十五號答先啦。好啊，呢個問題有啲難答其實，因為我同歐陽巧瑩咧，其實兩個係相同得嚟好唔相同嘅人咯。嗯，即係一係入一係唔入咁嘅意思啦，係嘛？係啊，我有咩好過佢咧？我覺得我可能適應能力強啲咯。我喺任何嘅 situation 下面，我都可以。適應到嘅，呢個係我嘅強項。太真嘅人唔係適合好多嘢嘅，你可能錯嘅。阿 Tammy 假先容易適合啲嘅嚇。Tammy 話你唔係好適合喎，咁啊即係點啊？我覺得咧，我淡定啊，因為我係比較上冇乜情緒嘅，EQ 都好高嘅，呢一樣嘢我覺得優勝嘅。好，一個適應能力強，一個就淡定。唔該兩位，唔該曬，唔該曬。之一係十五十七嘅啦，問題十五十七，邊個係冠，邊個係亞咧？而家首先請出頒獎嘉賓先啦。好，先請出我哋嘅2012年度香港小姐亞軍黃心穎小姐。哇，好緊張啊！點啊點啊點啊！邊個十五嘅？邊個十七嘅？我話俾大家聽咧，十五十七咧，其實喺我哋幾個評判裏邊咧，我哋大家都覺得今晚係一定係佢兩個噶啦。係，表現好出色嘅。係啦，咁咧喺觀眾嚟講咧，我哋成日覺得喺觀眾站喺屏幕睇咧，應該係十七。點解咧？因為咧，佢係上鏡。即係就唔覺佢身形瘦，但係我哋喺現場睇咧，就覺得十七就瘦咗少少，全個身材嚟講咧，應該係十五係平均啲喎，所以我哋咧就揀十五。啊，表現方面咧？係表現啊，大家都好啦。到我哋講㗎啦，已經喺你手上啦。好啦，咁啊，所以而家馬上要宣佈啦嚇。咁啊，要講冠軍啦，冇辦法啦，係嘛？係。然後先頒亞軍啦。好。香港小姐競選2013年決賽，哇！冠軍得獎者係，哇哇哇，係。真係佢，真係佢，好多人支持。係再次攞獎嘅十七號 Grace， 換言之，睇到啦，換言之，亞軍就係十五號蔡思貝。好，我哋而家請 Jacqueline 同我哋頒獎俾 Cicely。
蔡思貝，芳齡二十二歲，職業係一位學生。佢嘅志向咧就係生活要精彩，做人要光明磊落。而蔡思貝喺大會評判裏面得到嘅分數咧，喺一百分裏面佔21.29，而佢得票咧，哇，犀利啊，係超過100,000，係有110,006票嘅。哇！咁即係好多個 percentage 咯，佢有。唔該曬你 ，Jacqueline。